疫情指挥中心公布，初期新增加4例本土个案，目前增加4例，本土个案都在桃园机场，感染是欠给相关个案，另外境外落来个加添58例确诊。桃园机场群起案再个拆开来，指挥中心比对病毒系列发现，防疫机场查实几个病毒系列，团清洁也无强用，应该系无相同个感染源。听到 Omicron 这种组面到杀期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，满18岁以上已经完成做预防三剂民众，建议应该会做追加剂，今年起是追加剂，缩短做剩一礼拜。陈时中咪讲，前两门做 A 剂疫苗建议，第三门追加剂无建议继续做强排嘅疫苗，民众做得做，半剂量嘅莫德纳疫苗，也系全剂量嘅高端，也系 BNT 疫苗。伊就爱放疫情在个车开内，特别是从口粉扎，除去下组快递杂费，体检宣布暂时停止去医院内，也系从这个中心探访。